十月八日，鹿晗突然发微博公开了与关晓彤的恋情。他微博表示：“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，并艾特了关晓彤。”而关晓彤也是发微博回应：“咔咔的。”据了解，鹿晗曾在2014年对话某媒体时表示，自己如果有恋情，会选择亲自公布，与其掖掖藏藏，不如展示真实的自己。而如果有的粉丝为此而离开，我就祝福他，感谢支持我这么长时间。除此之外，鹿晗还透露，面对心仪的女生会主动出击，因为是个男的，都会有占有欲。他表示希望在27岁结婚，因为爸妈着急抱孙子。